师傅，你能不能把我抱上去啊？我有点着急。不是，你就当日行一善嘛，我真的来不及了，你帮一下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别磕着啊。林董，你好，林董，我是那个小时光的苏时雨。你就回去准备方案吧啊。又是你啊。对不起，救了！只要你一个月内把我儿子劝下山，这一年的商务包就是你的了。我必须要搞定这个赵东家，让他回归红尘，请他帮个小忙，助于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，把自己的出现变成日常，成他的习惯。怎么样？吃了甜食有没有心情变好一点？你该不会是换个方式想劝我下山吧？我爸给你多少钱啊？我翻倍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拿钱砸我？停止你的死缠烂打！你干嘛这样的？看来是得少点手段。你会黔驴技穷的。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阴阳方式。我想说，那我先说吧。有些事我必须要确认一下。我们在一起吗？那你答应了。那是天打雷劈吧。